金南台是让你对决，准备袭击你的味蕾。法式三杯鸡，不要加那个马铃薯。哦，哇，我觉得芭比这个蛮聪明的，马铃薯释放一些淀粉出来，让这个汁更浓稠。嗯，就是要开始腌这个鸡肉，先加一点点的。这个叫一点点吗？差不多的。这好像有咸酥鸡的感觉，好吃吗？我觉得我好像变成芭比欧的粉丝。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